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回归27年，香港经济凭借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不断前行，内地和香港也实质性完成 CEPA 下进一步开放服务贸易的磋商。实际而上的香港经济还能迎来什么新的机遇？另外，香港股市在上半年小幅上涨，是连续2年上半年暴跌之后首次回升。下半年港股的开局走势要如何预判？今天节目当中都会带来详细的分析。 香港回归祖国27年，人均 GDP 位于全球前列，竞争力也不断提升，特别是在金融、证券、科创等行业领域。而且近2年来，中央惠港措施频出，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回归祖国27年，香港维持 2.6% 的年平均增长率。2023年，人均 GDP 达到5万500美元，位于全球前列。 同时，香港的竞争力也获得国际机构的认可。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的最新一份报告显示，香港的竞争力上升至全球第5名。在评选的4个竞争力因素中，香港在营商效率和基础建设的排名明显上升，跻身在全球前10名内。政府效率排名也高居在全球前3名之列。经济表现的排名有强劲升幅，反映去年的经济明显复苏。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署名文章指出，要实现由治及兴，需要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他表示，香港正全力发展顺应全球趋势的新领域，包括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金融科技、绿色金融、数字经济等。 回归以来，内地持续推出利好香港金融发展的措施，夯实香港作为内地与环球市场之间金融桥梁的重要地位。 股市方面，截至6月25号，港股总市值约为 5.1 万亿美元。今年以来，港股共迎22宗新股上市，融资额超过1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首6个月，内地资金通过港股通机制净买入港股已高达 3,716 亿元，超过去年全年的 3,188 亿元。港股通现实买卖成交额占大市总成交额比重达 30%。 而沪深股通为内地 A 股引入境外资金，在今年首5个月买卖 A 股金额超过 11.5 万亿元人民币。同时，作为离岸人民币中心，目前香港本地的离岸人民币储蓄规模已超过1万亿元。全球 70% 的离岸人民币的结算与清算是在香港完成的。另外，在香港回归27年前夕，中央再推惠港澳措施。中国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28号联合发布公告。 自香港、澳门进境居民旅客携带行李物品的免税额度由5000元人民币提高至 1.2 万元人民币，连同进境口岸免税店可购买3000元的措施，总免税额达 1.5 万元人民币。7月1号起，首阶段在罗湖、福田等6口岸实施。根据港府估算，在新安排下，每年能为香港带来额外约88亿至176亿港元购物消费额，以及约27亿至54亿港元的经济增加值。 香港回归以来，经济持续稳步发展，在不同的领域都取得了充分的成果。那么相关的话题呢，我们今天也特别请到景丰管理投资总监杨威来和我们共同探讨。杨威你好，主持人晚上好。其实我们看到，在7.1前后啊，其实内地和香港特区政府都发布了不少的新的措施啊，例如是从今天开始，内地是提升了这个内地居民赴港澳的这个免税额度是提高到了最高是15000元。 那么，在香港的非中国籍的永久居民呢，也能够办理卡式通行证，方便的往来内地。那另外，这个 CEPA 也是很快就有最新的政策进展等等。所以由此看来啊，内地市场啊，特别是我们说这个大湾区的市场，是不是仍然是香港最大的一个机会所在？对的。其实我们在过去几年，尤其是新的这个特首上任以来，我们看到他的工作重心，尤其是过去2年的一个工作成果，基本其实就是在向内靠拢。我们看到不仅仅是跟大湾区，包括在北京、上海。 每一次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政策的推出，其实基本都是现在港府最主要的工作的方向，包括旅游方面，包括金融市场方面。其实目前我们看到的几个重大的成就，包括我们方便往来，包括跟大湾区高铁的一些互通，跟更多城市这个线路的开通，其实基本上都会看得出来，我们希望能够将香港作为一个国内出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口。那目前来讲，我们看到在金融市场上这个。 显而易见的一些这个效果呢，包括一些政策可能更加明显，包括我们看到年初的一些国内企业在香港的一些上市的规则，包括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红利税，其实都是有利于我们整个香港金融市场的一个繁荣发展。那这个其实基本上我们看到面向的更多还是国内的一个投资人。那这点来讲，我觉得过去几年的一个工作成就，确实是将香港与国内，包括尤其是大湾区这个领域能融合的更好的一些努力。主持人。这个是对内啊，其实我们对外的方面，我们来看看在瑞士洛桑管理学院最新的一个2024年世界竞争力的年报当中呢，这个香港的竞争力的排名又上升到了全球的第5位，而且在金融方面的地位，你刚才提到了很多的东西都是值得肯定的，比如说全球100大银行当中有72家就在香港运营，那香港的上市集资额也是亚洲第4大、全球第6大，同时香港也是亚洲最大、全球第2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所以您怎么样来看香港的这个优势，尤其是在金融方面的优势？全世界来看，是不是仍然是一个不可取代的存在呢？对，我们确实是觉得香港现在的一些取得的成就，包括现在已经拥有的一些资源，仍然是非常难得的。在全球市场来讲，我觉得是数1数2的。虽然在过去几年，尤其是整个包括疫情过程之中，我们确实受到一些挑战，但这些挑战对于全球的市场来讲，其实都是一样的。但经过挑战之后，我们还是觉得香港能够复苏，或者说我们重新这个从头再来，它这个速度还是非常之快的。那您刚才讲到就是，整个这个排名呢，其实我们还是觉得很欣慰哈，因为之前大家一直觉得好像香港在这段时间确实是受到了很多这个经济方面拖累，尤其是中美之间的关系，让大家觉得是不是很多资金已经离开了香港啊，离开了整个这个资本市场。但是如果从数据来讲，我们确实感受到了还是有很多这个强大的一些吸引力。那么归根结底，为什么很多资金，尤其是境外的资金，它还是愿意选择香港为它这个主要投资的一个目的地呢？我们觉得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中国的一个经济发展的实力。虽然在过去几年，我们确实看到了我们有一些包括政策、包括这个市场的一些波动，尤其是经济方面啊，经济整个整体发展的一个速度啊，可能在放缓。但是全球来讲，我们认为现在中国的整个这个触底包括反弹的一个速率，还是会比全球整个经济体要来得更快一些。那这些资金呢，其实为什么留在香港，主要还是投奔中国。我们中国仍然有很多这种投资的机会，其实这些资金在全球的市场里去这个寻找之后，还是会胜出。所以香港我觉得作为一个从它政治环境，包括整个法律环境，尤其我们整个金融这个系统里面的一个设施，其实非常完善的。那这一点来讲，我觉得保障了很多资金在香港的一些权益。同时呢，我们也看到香港作为一个中国资金出口，不仅仅是这个经贸金融产品的一个出口，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聚集地，这也是香港本身的一个优势。对金融这个市场，对于香港来讲，我觉得目前拥有一些优势呢，还是不可取代的。主持人，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近几年全球政经的环境可以说是突变啊，而且这个地缘政治影响了全球的供应链。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高息环境也是打击了不少经济体的一个增长前景。比如说现在香港的楼市陷入低迷，相信和这个美联储迟迟不降息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您觉得啊，作为一个开放型经济的一个香港，究竟要如何应对来自一些外部环境的挑战？这个挑战确实还是蛮大。我们看到其实这也是我们作为市民啊，其实还是能跟这个香港政府感同身受，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受到的挑战，不仅来自外部，就是中美关系，包括全球经济的一个拖累，更重要也是我们本身，就是香港本身，我们的经济其实发展也在重新选择方向。在过去几年，我觉得大家感受最多的就是整个政府在高科技、在科技领域方面的一些投资。以前呢，我们更多的是注重于服务行业，包括贸易啊，这个转出口啊，其实可能这方面占用了太多这个资源，因为确实钱相对来讲容易赚一些。那么整个在高科技这个领域方面，关注的并不多。那现在我们看到更多的这个提升，经济长久发展力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硬实力的这个领域的投资，现在已经逐渐加大。我们不仅有金融市场的一些支持，有很多这种新成立的一些政府部门给予他们这些资金上面的支持，还有上市的一些更便利的条件。同时我们看到很多这个，确实有很多人员的一个配置，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优秀的人才来香港。其实这都说明我们整个政府在整个科技、半导体，包括一些新兴行业的一些投资呢，其实是非常这个果断的。这个其实是提升我们整个香港竞争力的一个法宝。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虽然还是有很多挑战，但是只要经济好，那房价现在有点挑战哈，主要还是一个是供需的问题，就是我们供应略微有点大。那第二呢，就是一个高息的环境，还是影响了我们整个资产的一个发展的趋势。那这个逐渐消化之后，我觉得更多的我们会看到经济的一个实力在整个帮衬我们整个资产价格的一个支撑能力，这个是显而易见的。主持人，好的，谢谢杨威的分析。那回归27年来呢，香港的资本市场同样也是可圈可点，与内地互联互通不断的扩容升级，国际资本最近对于港股的关注呢也是在不断的提升。展望下半年，香港股市又会演绎怎样的行情？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和杨威一起探讨，稍后见。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香港恒生指数在上半年上涨了超过 3.9%， 而高低波幅更是达到了近5000点。展望下半年，随着香港与内地资本市场推行互联互通的不断深入，港股市场也有望迎来更多的利好。港股上半年度收官，总结上半年，恒生指数累计上涨近 4%， 也是连续2年上半年暴跌后的首次回升。此外，今年以来港股的波动也颇为惊人。若以年初的最低点 14,794 点计，恒指今年升幅高达近 20%， 市值也由 27.4 万亿港元大增 4.65 万亿港元至 32.05 万亿港元。其中中特估持续走强，蓝筹股中的中资电讯股、石油股、内银股都表现突出。随着港股资产的吸引力逐步提升，内地资金也借到公募基金加速进场。截至6月27号，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7亿元资金买入沪深港 ETF。 同时，国新投资积极认购中证国新港股通央企红利 ETF 首发份额，持续释放积极信号。今年正值香港与内地资本市场推行互联互通10周年，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日前表示，港股已经有人民币柜台，现时有24只大价股可以双币交易，两地监管机构紧密磋商，希望落实让内地投资者直接用人民币购买在香港上市的人民币计价股票，将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好，我们继续请教景丰管理投资总监杨威。那杨威，今年是香港与内地资本市场推行互联互通10周年了啊。香港的财库局局长许正宇就表示说呢，希望能够落实让内地投资者直接用人民币来购买在香港上市的人民币计价的股份，也就是说将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你怎么看这个措施啊？这个措施是不是可以有效的提升流入港股市场的资金，或者说我们要吸引更多的资金化，还需要哪些因素的配合？对的，我们看到这个政策其实还是非常欢迎的，因为现在我们交易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国内的人民币其实它要换成港币去交易买卖港股之后呢，如果它要卖掉，那这个港币呢又会换成人民币，那基本上我们一来一回，其实你损失了一个汇兑的一个这个成本，这个肯定是对于投资人来讲，是一个不小的损失。那其实大家也会觉得相对比较麻烦。那如果我们开设这个人民币柜台，能够有更多的上市公司，尤其大型股票，它直接可以用人民币交易，那其实首先是减少了汇兑损失，其次呢，会大家觉得更直观、更便利一些，影响了免除了这些汇兑的一些这个影响。那其次呢，我觉得对于港股这个市场来讲，我们觉得其实互联互通其实肯定还大有可为，不仅仅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股票市场，以后的债券市场，我觉得其实也会有更多的产品推出来。那对于整个港股目前来讲，我们看到的现在最大的挑战呢，虽然我们估值很低啊，但是还是觉得我们参与的这个基金整体来这个资金啊不多。那怎么能够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还是要看整体我们上市公司的一个回报率。如果这个市场其实赚钱的，上市公司是大家是可以找到这个投资的这个非常高的一个收益的，大家这个资金肯定千难万难，大家也会来到这个市场，所以可能我们还是更期待的，如果我们整个更多的优秀的上市公司能够来到香港这个金融市场来上市，那我们就不愁没有这个需求，所以我们有了好的供应，一定会有更多的需求。那所以要搞活整个我们港股市场，可能是一个双向的方向，一个是有更多的优质的公司来上市，有更好的一个收益给到投资人；第二呢，我们创造更便利的一个投资条件，大家用各种币种可以来香港这个市场来投资。这可能是我们整体搞活港股这个市场的一个主要的方向，就是。确实，我们如何吸引更多的上市公司，尤其是优秀的上市公司，也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啊。事实上，香港的上市公司的这个上市制度改革，也是塑造了现在香港资本市场的一个新经济的生态系统。因为我们知道，之前是有这个 18A 的上市新规，在这个新规生效以来呢，其实这些医疗保健啊、医疗健康这些 IPO 的公司，在香港的募资总额其实超过了2700亿，这个也是令香港成为了亚洲最大，还有全球第2大的一个生物科技的集资中心。那现在这个新的 18C 的首支特专科技新股也是挂牌上市了。您觉得这个 18C 又会给港股市场带来什么样的新的变化？我觉得我们政策其实就香港政策推出来的时候，真的是大逢得时就基本上你会看到上一轮整个对生物医药的一个投资高峰，就是在我们推出 18A 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整个从这个资本市场的一个关注度，包括整个市场行业的一个这个警惕度都是非常之高的，所以你会看到这些公司刚刚有萌芽，它因为上市条件很高的时候，它确实没有办法上，但是有了 18A 整个这些政策的这个门槛降低之后，确实有非常多优秀的公司可以能够在资本市场上募集到一些资金，然后真的有机会有一些这个非常优秀的一个表现。这肯定就是我们资本市场其实对最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对吗？用公众的一些资金来快速实现一些企业这个整个融资的一个需求。那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从去年开始，整个 AI 啊、半导体啊，包括这些自动化的一些更多的一些投资机会也呈现出来，所以我们的政策也是立刻就推出来，我们有更多的这些资本市场的一个便利度，能够让国内有一些这方面的专长的一些公司可以不用去符合特别长的这个特别高的一些门槛，就能够来到香港这个市场来上市，能够融到资，然后加快它的发展。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政策的推出还是非常的这个及时的，能够解决企业的燃眉之急，同时呢也给整个资本市场也提供了大家可以去参与这些企业快速成长这个阶段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所以说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我也非常期待能够有更多的这个国内的企业能够抓这个机会来到香港来上市，那给这个香港资本市场注入一些强心金。好，我们再来说这个港股的市场，这个大盘啊，上半年恒生指数累计上涨大概是 3.9%， 超过 3.9%， 这个是连续2年上半年暴跌之后首次上半年是整体录得回升的情况。当然呢，和周边市场相比呢，还是有一些这个进步和上升的空间的，所以您对港股下半年开局的走势怎么看？其实港股市场虽然上半年我们看到表现还算可圈可点吧，就是尤其是跟过去几年自己的表现来讲，确实是有一点点这个空间，但是我们总体来说还是觉得下半年可能还是有些压力。也大概也了解，其实港股这个市场目前面对比较大的压力来自于资金层面，就是我们中美关系紧张，就会有很多资金选择离场，那其实这个抛售的压力呢，整个还是使这个整个资本市场是比较艰难的。那下半年最大的问题是2点，一个就是中美之间就是会不会因为大选这个事情会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因为大家也知道整个作为最核心的一个对中国的一个态度是美国大选最核心的一个杀手锏，大家都会不断放出狠话，它会影响整个中美之间的一个情绪。那第二呢，就是美国到底什么时候开始降息，那它降息的2个因素到底是它的经济不太好，还是说通胀真的控制下来了，如果降息会不会影响整个全球对未来整个这个经济的一个预测，这会影响到整个资金的一个取向，到底我们是更偏向于新兴市场，还是愿意把这个资金投到这个股票这个权益市场来。所以对于整个下半年呢，我们还是觉得压力是在的，但是上半年一样，我们会看到很多这种个股的机会确实是触底反弹到了一个超跌的这个状况。其实上半年你会看到腾讯啊、美团这些之前跌的比较猛的一些公司，其实上半年还是取得非常不错的一个业绩，尽管大盘相对来讲波动很大。所以在下半年，我觉得大家可能在大盘指数方面呢，不要相对谨慎一些，我们可以去寻找一些有这种投资机会的一些个股和行业，可能对我们整个下半年的一个投资收益呢，会有一些保障。主持人，好的，非常感谢杨薇女士的分析。那么在下节回来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我们来关注外汇市场的表现。美元汇价周一持续下跌，对欧元的跌幅显著，但是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仍然承压，及其汇价的盘中低位距离交易区间下限只有4个基点。美国上周5公布的通胀数据回落，继续压抑美元汇价。美汇指数周一进一步探底，对大部分主要货币走低，其中对欧元汇价跌幅显著。法国极右势力在大选中获得历史性的胜利，但抛离幅度不及预期，刺激欧元汇价攀升。至于日元汇价持续疲弱，再次失守161日元关口，逼近38年低位。人民币汇价仍然承压，虽然中间价小涨3个基点到 7.1265， 但较市场预测的 7.2558 继续偏强1293个基点。即期汇价开低走低，中场小跌25个基点到 7.2684， 全天的波幅只有21个基点，盘中低位距离交易区间下限仅有4个基点，成交萎缩到只有181亿美元。离岸汇价则在 7.30 大关上下反复波动，与在岸价维持大约300个基点的价差，反映市场的贬值预期仍然较高。其他货币方面，韩国在岸市场延长交易时间第一天，韩元汇价走势疲弱，至于台币也明显收低近1毛到 32.54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接下来我们再一起来关注今天在海内外的财经媒体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今天凤凰网财经的热榜是央行介入国债。那由于近期国债期货上涨，央行在今天午后突然发出了公告，表示将会面向部分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开展国债介入操作。这其实是相当于股市当中的融券做空，也就是说呢，央行在一级市场介入国债，然后在二级市场抛售。 分析称呢，目前债券价格上涨的预期持续较强，那银行存款也大量的进入债市，过度炒作也会使这种安全资产变得不安全。今天，英国金融时报则聚焦到了法国的大选，勒庞所在的极右翼政党在法国的第一轮议会选举当中击败了总统马克龙所属的中间派联盟，这也使得法国正在逐渐的走向一个可能动摇整个欧洲的民族主义政府。 事实上呢，自二战结束以来呢，从来没有过极右翼分子可以走向政府的核心。勒庞就已经表示了，如果国民联盟能够赢得全面的这个优势的话呢，他们将会组成政府，而且会管理国内的事务，并且制定预算。而马克龙将会继续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并且制定外交方面的政策。 最后看到的是今天的《华尔街日报》关注到了美国选民对于拜登首场电视辩论的表现是感到震惊，同时呢也引发了关于他是否应该要寻求连任的讨论。尚未对选举意向做出表态的摇摆州的选民对于拜登的表现是表示出了不同程度的警惕。有人就认为呢，拜登应当要交棒给党内的其他人来参选。同时呢，有选民批评前总统特朗普说他没有直接回答主持人的问题，而且在他的回答当中充斥着谎言。 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再一起来了解一下。 1조 원을 넘어선 것으로 나타났습니다. 당정에서는 배달비 등 각종 지원책을 내놨습니다. 한국의 小型企业经营压力持续扩大。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韩国小型企业未能偿还的债务达到10,000,200万领两百九十一亿韩元，约合 58%增长74.1%。 小型企业的平均销售额仅为 4,317万韩元，约合 24万港元， 按年下降7.7%。 营业利润按年更减少了23.2%。 官方最近已开始考虑新的援助计划，以帮助遇到困难的小微企业。中小企業を対象に円安の傾向が業績に与える影響について尋ねたところ。日本商工会议所的一项调查发现，超过54%的日本企业表示，日元贬值趋势将对其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只有2.3%的企业认为日元贬值对企业有很大帮助。多数企业表示，日元贬值令到企业采购原材料和产品的成本增加，此外与燃料和能源价格相关的成本也随之上升。不过，旅游相关行业就认为，日元贬值令到入境 需求上升，利好行业，但也引出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近期 AI 的兴起，也让用电需求是疯狂增长。 尽管英伟达等多家科技巨头纷纷表示愿赴台投资，但由于规模及内容暂不明确，台官方也难以准确评估具体需要准备多少电力供应，同时也打乱了台湾的电力布局。经盘点台湾的电力和土地，预计全台最多只能再新建20座半导体大厂。分析称，发电设施发展困顿，民进党坚决非核，台湾的产业发展与全民利益被政治团体与环保团体绑架，只能挣扎求生。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